因彩儿在社交平台晒出和大儿子 Jasper 一起在雪地玩耍的照片，母子俩包裹严实，仅露出灿烂笑容，看起来好欢乐。因彩儿身穿米色长款羽绒服，戴着墨镜和帽子，穿着厚厚的衣服却不显臃肿。不得不说，高挑苗条的身材就是妥妥的衣架子呀。Jasper 穿着黄黑拼色滑雪服，头上戴着滑雪头盔，一身打扮看起来好酷好帅。因彩儿搭着儿子肩膀，Jasper 站在妈妈身边，好乖巧的样子。尽管雪地里很冷，但看到母子俩灿烂的笑容就感觉很暖。Jasper 模样则是跟爸爸陈小春很像，帽子遮住了眼睛，但一看露出的鼻子和嘴巴就能认出来是小小春呀。春哥基因真的太强大了，今年10岁的 Jasper 长高不少，现在已经到妈妈肩膀以上的位置了。Jasper 拿着滑雪板在雪地里洒雪玩耍，看起来真的好欢乐，而且这样看起来真的好高大了。转眼间，小甜椒就长大了，越来越有少年感。因彩儿和陈小春结婚后生下两个儿子，大儿子 Jasper 今年10岁，小儿子 Ho Ho 3岁。升级成为两娃妈妈后，因彩儿也变得忙碌起来，有时候带娃去玩都要去不一样的地方，毕竟两个孩子相差7岁，有时候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。前一阵子，因彩儿就带着小儿子 Ho Ho 去了游乐园玩，毕竟3岁的小 Ho Ho 可能更喜欢去游乐园，母子俩也玩得很开心。话说，因彩儿在带娃这方面真的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，就像为了照顾到每个儿子的喜好而陪他们去不一样的地方玩，这一点就很少有人能做到。因彩儿在对待儿子的学习方面很严厉，但是在生活上却是温暖治愈的，所以才培养出备受大家喜爱的 Jasper。